他的打击能力跟少康比的话，还是有一段距离。这一波把球打成了在二垒方向的反弹，去找二垒手，二垒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，最后打击的宋文杰呢是遭到了刺杀，结束这场比赛。那最终呢，国勋蓝队呢是3-2击败了高院科大。